我过去从来不说，我们的战友当中有个叫 DT 的，有个叫 Misha 的，挖出了无数次的这个德国前副总理传说中的姚明山的私生孙子。大家看到他们跟谁关系 House， 大家看看，我说道国集团最核心的人现在 Carrie Lin 看到了吗？林郑月娥了吗？看到林郑月娥还有德国总理了吗？和太平基金了吗？林郑月娥见他你看他给是敬拜他，是到那去崇拜他。你看看后面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啊？你看看旁边这人，德国的这位前副总理菲利普和所有的这个豪斯特的关系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是偶然吗，战友们？